我看这把能不能选艾希啊？可是我 P5、P5 不见得选得到艾希。咦，我也没艾希。啊！靠！为什么我的假设里面没有艾希？不是啊，没有艾希要先出啊！操！为什么没有艾希？凯特琳吗？干，好生气哦！怎么没有艾希啊？我等一下出去看一下。好吧。哇操！哇！算了，我觉得你们不要看我的凯特琳好了啦。我对不起。我就说我不会玩凯特琳，你们都不相信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真的不要以为会打 AD 的人每一只 AD 角色都会玩。你们觉得很简单的 AD 我真的不会玩，我真的不会玩。不是因为凯特琳他就是一直点一直点的角色，他不像路仙这种算是技能型的 AD， 这就对我来说比较尴尬。然后对面又是出那个卡马辅助。凯特琳现在流行狂暴利刃，我没钱啊，或攻速鞋还是没钱啊。不是啊，你讲的这两把有点贵啊，无尽跟狂暴，然后老子没钱。哎，我来干你了，我的双 buff， 哎，我他妈有双 buff， 你有种你在干我啊，操你妈，气死我了。有钱了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出装了。我是有钱人，不然我觉得凯特琳就很无脑啊，操！啊，我不要玩凯特琳，那是什么过分的东西啊？妈的，是不是代表我无脑啊？是。嗯，加油啊，熊熊！我拿到拿头不做事，狗很小，你看。咋有钱了，咱们就可以直接出一把可爱的无尽。嗯，可怜的熊，叫你怎么红豆饼屋不是你？你这每次都会玩吗？没啊，每次都玩得很强哎。我说的不会玩是我会玩，会玩这个意思哦，我觉得有点广泛，因为我的会玩都通常都是指 我可以打出漂亮的操作，可以稳定不怎么爆线，我才会说我会玩这只角色。但如果我对这角色的稳定度其实没那么高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你们说我不会玩，这就是我会玩跟不会玩的定义。好 ，OK， 这样有了解吧？哇！他超可怜，直接被三控晕到死。虽然凯特琳胜率啊，因为我刚刚看 OPGG 的时候，他胜率第一名的出装是狂暴利刃仙嘛，但这把我就是要跟他不一样，老子就是不一样。哇哦！他这个冲的不错啊。不是，他都是撞墙。告诉你什么叫做会战型主播，会战型主播就要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我这个会战，我这个微超，我这个甲子做了多么大的贡献，看到没有？我这个 A 点有没有？他被我 A 到往后跑，他不敢再出来打我的队友了。我在这波的会战的贡献真的是奇特的强大，强大。然后一个大绝带走了对面的毅力，真的是太强了，我的妈！你们在点点什么？我觉得我这波会战做的贡献非常大啊！你看，我们打赢了这波团战，还带走了对面的 AD， 超赚呢、欸！
每一次我要开始做贡献，像这只他一直打我，一直打我，但是他就快被我打死了，知道吗？除非他给我一个爆发性的伤害，但是他打输我了。但是没关系的，我的队友好像也死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来吃一点小冰冰啊，把中路的线给他推进去，这叫做带兵线啊，我们带兵线就可以滚啊，不然伊利就要上来干我了。因为我觉得我好适合去当主播啊、哦，你们不觉得我刚才讲解非常的棒吗？妈的，想跟我打你什么东西？你现在以为我以为我打得赢他？我记得我看看，你看看我们现在的装备啊，我们现在的装备有无尽啊，还有重创，再加一把 BF。正常来说，我这样是站着点都可以点掉伊利的。但是呢，这我们刚刚在中路那一场会输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多了一个辅助，他多了一个卡玛，知道吗？卡玛给他的 buff 非常的之多啊。告诉你，他有种他妈叫那只伊利过来跟我单挑，我要是挑输伊利，他妈的我下次开台就光头开台，干！什么光头啦，不知道什么是光头，告诉你。哇哦，不是你一个人过来就好，你不要多带一只豹女，对不对？他妈的，你以为只有你有妈妈？我也有妈妈，妈咪，我的妈妈比较硬 ，Of course 啦。那是当然的。哎、欸，雷欧娜怎么跟卡玛比啊？奇怪。对不对？我就只是我发现我的怎么讲？我说我不会玩那三只 AD， 其实是达瑞文真的不会，他真的不会。我们就先不讲达瑞文，我们先讲凯特琳跟金克斯好了。这两只角色其实要说会也算会，要说不会也算不会，因为我其实就是不会拿那。刚我什么事都没做到哎、欸，我成功击杀了一只河蟹，获得了几块钱。就主要是这两只 AD 我不太会打线上，但是团战的话，因为基本上 AD 意识的团战都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会打团战，但我不会打线上。还想抢巴龙，这也是刚那只豹女是不是撞墙，还是我看错？但我不会打线上，还没跳就死了好吗？Come on, everybody！ 哎，我不用剃光头啦！感谢这波会战，我们的凯特琳带来了极大的输出伤害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伤害我要是不是第一名哦，我就换游戏玩。看第一名，哈哈哈！这不是平。